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在尔湾隔壁的森林湖市带大家看一个由美国高端住宅建筑商 Toll Brothers 开发的全新的社区，叫 The Meadows。 咱们视频里可以看到，整个 The Meadows 这块地呢，它是位于住宅区和商业广场的中心，而且呢，隔壁就是紧邻的商业广场。整个社区呢，规划了超过500栋的住宅，由6个项目构成。咱们视频里看到的呢，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户型，3572尺，5房5卫。一进屋呢，就是宽敞的大客厅，有两个大的推拉门通向后院。这个呢，是延续了 Toll Brothers 一贯的风格。视觉上的体验呢，是最重要的居住体验之一。当然了，同样忘不了房子里面的大挑高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。现在呢，咱们来到了房子一楼的卧室，并且呢，带有一个完整的办公室。这个社区呢，紧邻尔湾，同时呢，靠近241公路，交通便利，而且呢，商业设施齐全。刚才呢，咱们在片头看到了周围的那个商业广场。整个小区呢，配套了度假风格的娱乐休闲中心，还有俱乐部，两个游泳池，两个 SPA 池，还有凉亭，室外烧烤区，一共呢，有两个大公园和五个小公园组成。同时呢，还将要建造篮球场、排球场等运动设施。这六个子社区呢，全部都是独栋别墅，户型呢从3房到5房，面积呢从1900尺到3600尺不等。还有一个优势呢，就是它超低的持有成本。而且 Toll Brothers 呢，它的房屋是定制型的房屋，提供了超多的选项，可以打造出一个你独一无二的家。而20多个户型呢，总有一个适合你。目前呢，154万起。具体哪个户型最划算，哪个户型适合你，可以单独来问我，或者看我的朋友圈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